只是出现一下，因为它节奏快，然后老师做成后面可能会脚跟不落下来，这个是感觉节奏一快就这样一错而过了，但其实它是大是全脚的，这是跟蹭步啊，虽然只出现一下，但是它的来源是跟蹭步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这样子啊，姐姐们，我们弦子这个组合，我们走一遍背面吧，走遍背面，我数节奏来一遍吧，好吧，数节奏来一遍，完整版，数节奏来一遍背面，然后我们再和音乐来一遍正面啊，因为我们这个组合其实课件里面的数节奏正背镜。正面、镜面、背面都有，和音乐的也是正面、镜面、背面也有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就是在公益课上，我们教来一遍曲完整版的背面数节奏，然后和音乐的话来一个那个镜面就 OK， 好吧？两个方向。好，我们现在背面啊，背面走一个。课件里能够背速的，但是我有弦子组合完整版啊。我们准备的时候要站在舞台的稍微后方一点去，因为我们一会儿往前还要上步呢，不要一准备就站在舞台的前方，你就往前没法走了，站在舞台的后方啊。好，来，小七位摊手准备，右脚先起的三步一撩啊，弦子组合，预备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打开，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一二三打四五六七，左转，二二打三打四五六七八，打五六七八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九十十一十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的五六七八，好，这背面数节奏来的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先镜面啊。镜面来一遍。
数的太好了，比较慢哈。对，大家可以下来跟着数节奏来，数节奏的，然后慢慢的去给它跳熟了，跳熟了以后再合着音乐来，好吧？音乐要多听，多听才有感觉。很多姐姐们说，哎，跳舞老师卡不上节奏怎么办？老师着急，老师着急，要不就拖节奏，就是对音乐还不够熟啊，要多听，多看我的示范，你多看我的示范就有感觉了。哎，我学舞蹈就是这样子，我跳舞啊，我就是每一个老师他心目中都有一个偶像一般的老师存在，像我心里的偶像就是 Sam 老师，对吧？一跳起舞就想起 Sam 老师。那么 Sam 老师他跳的这个藏族舞的这个教我们当时组合的这种感觉啊什么的，这些东西你都要深深的印在脑子里面。像我一跳就想起 Sam 老师，你们一跳想起谁呢？是不是想起我呢？好吧，就是要多看啊，多看你就有感觉了。音乐是要顺着那个音乐调调，你看老师哪一步在哪儿，他的跟音乐是怎么配合的，好吧？来，咱们再来一遍那个镜面的啊，镜面的这个和音乐啊，大家跳不下来的同学们就可以欣赏，好吧？这一次我就当表演给大家看啊，这个组合，准备啊，嗯。这个音乐麦克我放在这边。备案，我来一遍完成吧。我刚才说呀，我刚才说那个最后音乐它结束的比较快就没了，那我们继续动作不用停，音乐停就停，那我们继续延伸，最后哒摆好到位，不要一听音乐没了，哎，你匆匆忙忙的结束了啊，不要啊，表演有始有终。谢谢曼曼姐姐说此处要有掌声，太美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喘口气啊，我们那个下周停课一周。下周停课一周，然后下下周啊，我们那个进颤动力组合。